姐，干嘛呢？算一下我们前期宣传需要的费用。嗯，我已经问过韩总了，他说明天可以和你们开个会，提前商议一下前期拨款的事情。那你觉得他能同意吗？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，他本身就挺看好你们公司的，反正合同早晚都得签，提前拨款也是正常流程。要是可以拿到这笔费用，那就太好了。没问题的。